是要戴口罩吗？不，户外要戴。对，现在户外都要戴喽。一走出房门，户外走路都要戴口罩了。那现在是那个防疫期间三级，没有戴口罩不能外出哈。大家都有戴。我知道啊，因为我在工作，口罩脏了，所以。没关系，你靠边停车一下哈。这个先熄火。熄火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先熄火。现在是那个防疫期间三级，没有戴口罩不能外出哈。毕业了才会戴啊。没有，现在外面。现在三级了，一走出房门，户外走路。那现在是那个防疫期间三级，没有戴口罩不能外出哈。大家都有戴。我知道啊，因为我在工作。没关系，你靠边停车一下哈。是要戴口罩吗？不，户外要戴。对，现在户外都要戴喽。一走出房门，户外走路都要戴口罩了。哎，你要戴证件吗？我们治疗是很团结的，他要碰那个，他就会打开。不戴口罩就离开我们治疗院室啊！